先生一起可以留念。在这儿我们要特别感谢蔡少芬和张晋夫妇对于慈善事业的关注和大力支持，我们经常能在电视荧幕上看到他们一起携手非常美好的爱情画面。他们今天晚上也来到这儿和大家共襄盛举，共同同心同爱，美育未来。用美这个关键词形容的话，一定是蔡少芬本人了，用爱这个字形容的话，一定是他们二位的爱情了。哇，好靓啊！欢迎二位，请消失留步，消失留步。如果要是提到爱的话，二位太有资格了，因为二位非常非常喜欢小朋友。说到这儿的话，我们其实可以送一点祝福给那些需要帮助的小朋友。先从张晋先生开始，好不好？希望小朋友们能够健康的成长，也希望更多的人可以去关爱他们。哎呀，所以我想要问你的一个问题就是，如果要是让你作为一个老师到乡村的我们的巴沙的儿童教室当中去好好给学生们上一堂课的话，你会上什么课呢？哎，这个问题是不是现在应该问我老公？刚刚他是已经这样做了，就是那两天。对呀、是他已经做了。我昨天还在跟山区的小朋友在一起，我去做一个职业体验。对，他要教的话可能什么都可以，就是不要教普通话就好了。好可爱的二位，好，没关系，因为我觉得 Ada 的国语一点点在进步，讲得越来越好。其实真的讲得很好的啦。对呀、我跟我的家人说普通话，他们连听都不能听。讲得非常好，我也觉得讲得非常好，尤其今天晚上来我们巴沙慈善晚宴的话也会很开心，对不对？重庆话学了吗？很好奇。了解。有点可以耶，钱大你真的是太乖了，小宝贝儿，谢谢谢谢二位，请二位稍事休息，多谢赞，谢谢，今天晚上玩得开心，为孩子做更多的事情，感谢二位。接下来大家红毯。